校长、各老师，各学早晨。今天是5月14日星期一，请同学先留心以下报告。训导处的报告请全校同学留意。由今天开始至到5月18日，我们是可以是让同学来到训导处领取这个训导卡的申请表。至于递交训导卡和申请表的期限，就由5月21日至到6月1日，请同学争取时间。体育科报告请补考千六米测试的同学留意。所有需要补考的同学，请你留意今个星期的补考安排。未能够出席的同学需要向体育科老师解释。日期是有三日的，5月15日、16号和18号，分别是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五。另外就是时间就是下午4:30至5:30，地点在虎山道运动场。通识教育科报告请全校同学留意。一个回归20年发展进程与回顾的中五级短片制作比赛，是邀请全校同学投下你们名字的一票。投票的期限是5月15日至17日。同学可以去到学校 eCast 的平台进行投票。我们会有这个冠军和亚军的一个投票的选择。小学及就业辅导组报告请中三全级同学留意。听日5月15日下午放学之后4:10至5:00，在本校礼堂会举行这个中三选科讲座。所有中三级同学必须出席。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向三一室陈伟文助理校长和黄正豪老师查询。45周年校庆宣传组报告请全校同学留意。为了庆祝本校45周年校庆，而家举办一个标志设计比赛，让同学发挥创意，以图像演绎校庆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益先贤、培德、树人、成教宅、葵后进、敦行、兴学、展宏图。欢迎对美术设计有兴趣的同学参加。详情请参阅张贴在课室标号板的比赛章则。截止日期是5月28日1:00。今天有集会学会，包括了舞蹈社、普通话学会、摄影学会、烹饪学会、漫画学会、管弦乐团、红十字会和科学学会。请同学留意有关的报告板。现在天气开始热了，都请同学特别留意。你穿着紧长袖冷衫的话，可能是只适用在你在课室里面。如果你在走廊或者其他时间，我相信长袖冷衫对大部分同学来说都是相对来说不需要了。请你注意自己个人卫生和健康的情况，自己是好好有一个的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的重视。今天两位谢老师是三一室的杨淑琴老师和杨泳仪老师。开始我们今天早上清晨醒醒你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5 Boy 班的林伟乐。我是 5 C 班的黄永君。我是 5 Boy 班的邱嘉熙。我们三位都参加第五届联校基督徒学生奋兴营，同时都担任营会的学生筹委，而我们总共有20多位同学一起参与，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的营会。我们会分享一下当中深刻的事。今年的奋兴营的主题就是如火挑旺，营训就是来自提摩太后书1:6-7，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现在就等我讲下在这个 camp 里面第一天做了什么活动啦。同学进行了一个小型的祈祷会之后，就开始了这个找组长的活动。组长呢亲自做了一些很有特色和属于自己组的物件。组员找了组长之后，就一起进行了一个破冰游戏，然后就去了体艺馆，就开始了这个开幕礼和一整天很刺激的游戏时间，还有之后就有 BBQ 和晚会了。其实呢在这三日两夜的内容呢真的很丰富。我在这个 camp 里面最开心的呢就是能够认识到很多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虽然在这个 camp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和我的组员都不是很熟，但是经过两日的相处之后，大家的沟通都多了，我对组员们的认识都多了，亦都见到大家很投入在这个 camp 里面。
虽然我一开始好担心能不能够做好组长去负责关顾组员的角色，但是都好感恩能够同到组员一起，大家都有讲有笑，经历了好多开心的回忆。而我在这个粉厅营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一连两晚的晚会，两晚的晚会都邀请了嘉宾分享，他们都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最深刻的是第二晚的分享嘉宾，是一位外籍人士阿 John。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吸毒、贩毒，身边都是不同的黑社会人士，亦都做过很多不同违法的事。他记得一次在朋友的车上吸食过量的毒品，他的朋友都以为他死了，于是将他放在路边就走了。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家的财物都被他所谓的朋友偷走，他感到被出生入死的朋友背叛。John一直都活在恐惧当中，心中充满焦虑，直至他的一位邻居带领他认识耶稣，他因此悔改重新振作，心中的焦虑和恐惧都一扫而空。John 鼓励我们，生命被神充满的时候，恐惧就会被驱走。而透过两天的晚会，我觉得我能够更加认识主，和神更加的亲近。而在营会的第三天，我们就在这个慈云山中心都举办了一个复活嘉年华的祝福社区大行动，所以呢，我们就在前一天已经开始筹备了，由这个表演、宣传物资、礼物和摊位都需要预备的，大家都好俾心机咁样去为呢个事情做准备。到呢嗰日咧，虽然咧我哋前一晚咧都系瞓得唔好嘅，朝头早咧未有回复晒精神，但系大家都有一颗炽热嘅心去为主去作见证。有啲同学咧已经一早去到场地咧去布置啦，而我亦都同其他同学咧去到慈云山中心去派发呢个传单，宣传今次呢个活动。当我哋已经派晒手头上嘅单张啦，我本来系谂住休息一阵嘅。但是我的组员呢竟然是主动要求去继续派，目的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参与，有机会去相信主耶稣。他的行动呢真的令我十分之感动，所以我都被激励继续一起去把握机会派这个传单。在这个复活节嘉年华的过程里面，很高兴可以有几百位的街坊一起参与认识这份信仰，我都很开心可以有份一起参与今年的粉兴营，一起去跟街坊去接触。我哋一齐嚟睇下今年粉兴营嘅花絮片段先啦。我信你是圣灵令到你认识上帝的爱，因为你可以。但上帝有很多东西我们揸住，知道是不讨喜悦的神，我就求你拎走。
最后希望大家的生命能够如火挑旺，继续为校园复兴努力。